好，恋爱观，恋爱观，恋爱观。其实九州刚刚就讲到了嘛，就是男 teach come back， 男尊女卑。大家可能觉得日本人男尊女卑很严重，但没有没有，九州才是真的连日本人都觉得很严重。那种我绝对不会进厨房一步啊，对，那种对对茶一定要你倒给我啊的那种都是九州。有例外啦，但是因为他们还蛮会照顾，就是他会觉得他必须要负责任，对对对，他会有长兄气质，他会很有义气，所以他会照顾女生。比较少听到那种九州是 playboy， 全日本都花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，就已经没有任何地域之别，只有九州好像人不错的那个感觉。但我也不会想分。对，就是你要，啊、就你要选掉，你要倒茶，还是你要选一直被外遇？就这两个选，好惨，好惨。对啊，然后跟九州完全相反，就卡高天卡。然后卡高天卡的这个词，其实就是从群马的一个地方来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它以前是养蚕的地方，所以工作就是正女生容易有工作。对，词是从那边来的啦。现在有没有比较好，其实不知道。冲绳的话就是乐天奔放嘛，然后就是性关系非常的开放，就是大家都搞在一起。而且他们好像就是有做过一个调查书，就是会不会原谅另外一半的外遇，然后冲绳的原谅率就非常非常的高。就说我是我大概对对对对大概了，开放式的关系好像很不错哎、欸，对，要去冲绳试试看。哦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，全日本里面就是我做过最不行的就是扩金，好像没遇过高知高知的。男人就是哈达拉卡奈，然后加姆勒斯基，然后又就是，但是又不做家事。还有美女秋田，秋田，秋田跟福冈、哦。福冈我不知道，福冈有没有？其实你去看福冈是很多男评论第一名，为什么？九州，但好像也是跟历史有，因为我觉得美女大家都没有什么争议，我就没有找查了丑女。丑女，我想知道。丑女超有趣，丑女就是他们说日本三代不是就是功臣嘛，就是仙台跟那个拿果呀，然后还有米多。哦，我记得有拿果。对，然后还有米多。米多的话就太小，米多是伊巴拉吉对城县。然后他就说仙台这种都是跟历史有关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达德汗嘛，进城去见就是。大咖的时候就把美女都带走，什么啦？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要带一些甜蜜啊的，他就把美女就留下来被其他县市抢走了。对，啊，所以就是留下来的都是不好看。那名古屋是怎样？名古屋又没有要进城。名古屋其实就是说，因为名古屋那边的文化比较独树一格，比较没有跟外界有就是交流，然后就比较没有混到。对，因为你要混到才会越来越漂亮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南瓜酒，就是在现在对，因为南瓜酒的打扮又有点让人无法接受，对，所以就整个那个不太好看的印象就比较重一点。金钱观，金钱观，金钱观的话，其实。一般日本人都不喜欢谈钱，嗯，就是他们会觉得是超级不谈钱，基本上就是绝对不能够就是直接问人家年收多少啊，對對對，什么之类的，不会问。唯一会直接问的就是大阪人，对，大阪真的跟台湾的文化好像，对啊，他就大家都说南波这样，就是会直接问你说你到底赚多少，不然就是会大拉拉的杀价，哦，对对 对, 對，然后问说你今年爆发就说哦，希望秀白韩就是要赚。对，就是一般日本人绝对不会说这个，他们会觉得日本人这特别是关东的，他觉得钱那么肮脏，我怎么可以？所以其实我想要赚钱，我觉得他们很神奇，就是你问他说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，他们都会说压力该医或者是什么，他们都不会说是为了钱。我想说，放屁啊，就是为了赚钱，我就是为了赚钱，对啊，就是为了赚钱，我摆明就是为了赚钱。所以你给我钱，我干嘛要？我觉得如果他在大阪不可能，就大家都会说因为要赚钱。可是我觉得，所以大家才会那么的没有牙力气吧。而且其实你这个就是赚的钱多的，就首都圈一定是比较多嘛。但是
真的就是东北跟冲绳就很穷啊，就是年收什么都很低，但是东北的幸福度就很低，就是它就是贫穷跟幸福度是相连接，但是冲绳就是很穷但是很开心，我觉得像他们这样也不错啦。我觉得跟气候搞不好有关吧，东北真的对他们就是要很坚毅啊。然后我跟伊藤讲，伊藤很坏，他就说毕竟你看雪国的人就是有一个每到冬天要一直铲雪，对，像是劳动铲雪，铲雪很累。日本每一年都会排一个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排名很欠的，这样不就会伤害到下面的？对啊，对啊，一直伤害，不停的就万年被践踏的有很多县，对啊，就是、万年被践踏。可是真的有一些县，它就是为了要摆脱最下位，就是很努力的去做一些题啊。万县市的人觉得有魅力的，对对对，像比如说东京，可能很多人会投北海道，嗯，所以北海道万年第一，对对。而且其实好像没有听过有人讨厌北海道这件事，因为他们太对，真的没有，又不会有人会讨厌北海道、啊，又有吃的又有玩的。其实前几名都是观光比较，对，北海道、京都、冲绳，然后第四名才是东京，第五名大阪，就是第六名神奈川，第七名福冈，第八名长崎，第九名奈良，第十名长崎，就是第十一名和石川，全部都是应该都去过了吧？对、啊，就是都是那种最著名的景点。而且都是有一些美食，就是大家来日本旅游分次会去的地方，还有千叶啊，因为千叶有迪士尼乐园啊、冰库啊、宫城健康乐园。最后一名是坎城县，应该已经蝉联哦，他其实有过42名过，他最近又掉下来。然后佐贺县，但其实佐贺崎玉县，佐贺其实有群马县有茶哎、欸，只是就是我觉得他们不要念过佐菜茶。佐贺有茶，佐贺有茶，佐贺的茶很有名。我知道那个，但我觉得它是 SAGA Saga 很老的一首。我觉得它可能是茶区有名，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在佐贺。好，然后山口购木鸟取真的都对，购木也很长最后一名。然后鸟取我就有跟你说，鸟取就是一个只有沙丘的地方，沙丘，可是它至少还有沙丘啊。可是它的沙丘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北关东就是群马、崎玉、坎城、托吉提这四个县，真的就是一直在这个最下面徘徊。但是我还蛮常去打高尔夫的，因为那边高尔夫球场比较便宜。然后，而且北关东还有一个名物就是 Yankee 跟暴走族，对，就是大家说穿着特工，现在都还有，到现在还有。穿着特工服的那个黑色特工服会秀，然后还会秀他们的名字，都是北关，然后会把尤罗西姑写成夜路石苦，对，都是那，就是北关东民风又比较尬一点，对，所以就一直蝉联没有魅力的。其余我有，他以前是鸟取县人，他爸妈鸟取县，然后上京来起旅，所以他就是两个。很不受欢迎的，很没有魅力的线。但我觉得因为这样，所以他给我一种很孤薄级的感觉。你看他不是粥泥也随便吃、嗯哦。对。大家对崎玉像法是一些苦玛嘎呀，就是崎玉很热，好像因为崎玉是内陆的，闷热的，又不是日本海就比较凉嘛。而且崎玉就还有什么头杯崎玉，就是。哦，通杯赛堂，头杯区我还讲错，通杯赛堂很有趣，大家要去看一下。因为就是他们会体育线会自己虐自己，会自虐自己，对，因为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对。但其实这样还蛮好的，对，我觉得体育线民好相处。没了，就这样吧。那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遇过的有趣的奇葩的，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跟京都的人有什么比较深刻的交往。如果有人，因为有人在京都工作嘛，哦对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是那个关起门来是多夸张什么的，我们会很想听。因为我们遇到毕竟不是真正的 KC， 对，因为你不可能，对，他不会，他就不会来你这个鬼地方的，拜托。哎、欸，好期待哦，希望可以跟我们对，希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今天要讲一个很多很多人需要的知道的事情，要怎么样跟日本人用 LINE。聊天要怎么样用 LINE 追人撩人撩人耶、yeah.
夜，你不能直接说哦，你有男朋友吗之类的。就所有的事情，你知道真的很麻烦。可是我讲，对，就不能讲，你不能直接就是死穴，直接你就阵亡了。在日本，你想要知道这个女生有没有男朋友的话，你就说哦，你周末都跟男友约会哦，这样子。没有的会说木木没有什么你那不然你那又之类，就是如果女生自己也是想要告诉你说她是 available， 她就要回你，那男生也是一样。